以下节目指标及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异而产生期望落差，请自行参阅坊间风评，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又到了跟大家一起煲 CW 剧的时间啦！咁而家社会有好多事情都令到人好烦恼、愤怒同超级愤怒，大家就要好好咁安静、冷静同埋超级冷静。咁呢个时候就要睇 LOT、LOT 同埋 LOT 啦。咁而家大家生死有关嘅重要日子，咁梗系走去煲剧啦。如果唔系，大家都被激死噶啦。咁而你个仇人仲过得好地地嘅，咁我哋要努力咁过生活，然之后用我哋嘅念力暗杀。咁啲仇人，咁今次要讲嘅系《Legends of Tomorrow》第五季第一集个名叫做《Meet the Legends》，作为今季嘅开始，其实呢一集开咗个靓头嘅。个原因系今集嘅恶搞无厘头，其实已经追上咗上季季中嗰个集数，就系、是《Legends of Tomorrow》啦。个剧情讲到 Ava 为咗攞到政府嘅资金而认同俾佢哋拍一套关于《Legends》嘅纪录片。咁我终于明白点解上季佢要加入呢个美国政府嘅设定，即系明明。是一个时空管理局，咁点解会有美国政府嘅介入呢？越系唔合理嘅事情，就有越有可以搞笑嘅可能性。如果有个人喺旁边套从埋呢个设定，就更加之好笑啦。即可能系 Mona 话吓，点解美国政府要管晒全世界嘅时空秩序啊？跟住阿 Nate 就可能复翻佢话，咁我哋美国嗰啲 Vigilante 都管晒成个宇宙嘅安全啦、啊，系咪？咁佢今集有嗰种系，因为佢系首播集，所以佢要将所有 Legends 嘅角色都放。入去，而今集有一啲非重心嘅角色，佢就会用一啲回顾嘅手法放入去，譬如 Nora 嗰个 Fairy Godmother 嘅打工之旅，佢就系用咗 Ray 嘅旁白喺个访问片段嗰度交代翻嘅。咁而今集佢哋都铺排咗 Mona Wu 即系狼女嘅离场，因为我想写作，但系我喺 Legends 嗰度系拍唔到拖噶。咁佢走咗系件好事嚟嘅，虽然 Mona 今集都几搞笑 ，Gary 依旧都系 Gary 啦，咁而佢成为咗。Constantine 的助手，你肯定这件事是 OK 嘛，因为你们始终都有一些不见得光的过去的。那 Gary 就跟着 Constantine 去到那个驱魔现场，那整套 Constantine 原本那套剧的感觉是出现的。然后呢驱魔途中 Constantine 就发现咦，个魔鬼是老友来的，跟着大家鼠去酒吧里喝酒，跟着这个位置真的笑到扑街，你会不会乱来得滞啊？真的。个古仔就讲到佢哋去到俄罗斯 Rasputin 嘅葬礼现场，咁 Rasputin 其实系俄罗斯一个臭名远播嘅 Mad Monk， 类似系啲神秘巫师嘅著名人物啦。咁佢就系1916年12月30日被杀。剧情就讲到佢喺个葬礼嗰度醒翻，变成咗一个不死之身。个原因系因为上季 Astra 去释放咗啲恶灵逃离咗个地狱，咁 Legends 就各自要谂方法去解决翻呢个问题。咁我好中意佢哋嗰种系各自自行分组。然后没有咨询 Sarah 就自己执行的任务，然后发现咦做人任务的时候原来我在搞过人家的任务的。那么 Ray 就装了个 GoPro 啦，看来之后我们会见到很多即关于 Tony Stark 那种试点的 Ray 的啦。那新来的男仔就叫做 B， 那其实他是 C 的弟弟来的，那我挺喜欢他的，即是个故事很明显是给了很多气氛他的，今集即他的吐槽都很有 Legends 的感觉，就是 Are you sure that he is dead？咁我希望之後即係就算 Sorry Gray 隊阿 B 都仲可以留翻喺度啦。其實個劇情我覺得就冇乜意思嘅，畢竟都係 LOT 啊嘛。咁 Sarah 佢對於 Oliver 死嗰個處理，其實都只不過係今集一個一小部分嘅片段。咁我覺得嗰個安排係恰到好處嘅，即係有傷感，但係都有搞笑。即係後尾 Ava 想送張卡同 Sarah 道歉，佢話對唔住咯，嗰、那個背住你家姐同你去偷情嗰個男人死咗咁樣。咁最后就讲嗰套纪录片播完啦，咁然之后 Legends 就上咗一个好似 Comic Con 嘅 panel， 然之后同大家讲所有嘢都系假噶，上集 Hero 都系假噶，所有喺电视见到嘅嘢都系假噶，呢、这个 review 都系假噶，呢、这个世界都系假噶。如果有啲咩 comment， 欢迎喺下面留低啦，同埋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拜拜。